喜欢吃芭乐的民众有福了，有浓厚果香、口感香甜 Q 软的圆山红心芭乐，现在正值盛产期。尤其先天的气候跟土壤优势，再加上农友友善栽培，品质相当优良，营养又丰富，现在正是大家采购品尝的好时机。受到老天爷的眷顾，这次台风对芭乐果园没有造成任何损伤，加上圆山温差分明的气候跟沙砾的土壤，还有农民的友善耕作，生产出香甜好吃的红心芭乐。气候有没有？气候比较炎热高温，所以我们的在农作上的话，有没有？它虽然夏天的水果它是盛产，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它的晒伤啊，所以变成说我去老沟修建的时阵有哦，那考虑到迄个遮荫，避免迄个溶损、一定灯色灯了足水的，嘿，啊就是为青色的变黄色安尼有哦，啊伊啊灯啊足平均的安尼，嘿，对哦，啊这个芭乐有哦，写起来有哦，涉水你来看，嘿，啊这芳葵嘛拄拄好安尼出来。嘿，啊，有今年有到在抢修无？因为咱这个芭乐有哦，熟早再慢的，再好食，啊，所以你抢修来讲嘛是无办法。成熟的红心芭乐外观淡黄，里面果肉鲜嫩粉红，尤其浓浓的芭乐香味，一口咬下多汁香甜，软中带 Q， 难怪是许多人的最爱。所以鲜园陈俊宇更是大力推荐。清香佫甜，啊，食起来真 Q， 真好食。咱宜兰县宜山乡的这个红心芭乐，拢总面积大概差不多40公顷以上啦吼，啊，也是咱全台湾一个上界大个生产区，占全咱宜兰县超过90%以上的产量，拢是伫宜山乡来出产的。啊，今年因为啊，这个芭乐吼气候真好。所以即马已经开始伫出啦吼，啊，芭乐食起来真好食，啊，欢迎咱所有的乡亲来宜山乡食上界好食的红心芭乐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